Quick question, what's the most popular one here? 转角很漂亮的，感觉就是刚生。不用在家里就好玩。我们的班机 delay 一个多小时，然后我们发现去 Halifax 的人都是老夫老妻，很可爱。坐在我对面的老夫妻很像 Apple 的创办人。先看一下，要不要看一下？我看一下。我们刚刚降落啦，我们在加拿大最东边 Halifax。我们之所以用随身行李，就是因为最近机场都领不到托运，很夸张，所以我们最后决定都用随身，比较方便，而且我们需要移动到很多地方，所以一个行李就不用担心太多。所以大家出国前最近的话，记得关注一下机场的状况。的第一站就是酒店。妈妈，跑起来！你知道我们出国不是买明信片，你这个就可以当纪念品了。Halifax, Nova Scotia。这个是买两罐。Nova Scotia。傻眼。Summer and I don't wanna miss you. If we don't touch lips, not an issue. I don't wanna talk about nobody else. No, I said no love, but I want to. Feel that summer and I don't wanna miss you. If we don't touch lips, not an issue. I don't wanna talk about nobody else. No, I said no love, but I want to. One time, maybe twice in one night. It's all right. Chowder and 我们现在已经吃饱，然后来走一个 trail 步道，这个叫做 Skyline Trailhead， 看大西洋的夕阳。跟大家说晚安。不行，我觉得我们要上 ferry 去爱德华王子岛。跟我念一遍 ，Prince Edward Island。好，进去这个省不用钱，出来要钱，是$0。方的，方的，它的黄灯是菱形，太小心，好可爱哦！我的天，那里啊，高档啊！Just a quick question, what's the most popular one here? Most popular is Maui Cali. Oh, can I try a sample of that? Thank you. 哪一个？这个。Maui Cali。我们找到了一家。草莓的农场，超漂亮的。然后买了一盒新鲜的鸡蛋，啾啾。
感觉就是刚生出来了，那鸡还在叫。我们开车过来，准备去东边第三个小省 New Brunswick， 从 PEI 这边过去。昨天是搭 ferry 过来，今天就走跨海大桥回去。台车是50.25的样子，用 pair 就是这样，直接 tap 就可以了。哇，太酷了，不用人哎、欸，出发。然后来来，每每种光啊，全部都是海鲜，海鲜。这 Sophie 时间，助手，助手阿光阿姨，牛肉先穿烫，一定要从冷水开始穿烫，一定要从冷水，对，以前小时候绝对不能够用热水，然后丢进去，因为它的肉的外面整个就是被包覆嘛，刚刚好脏哦，刚刚好脏、哦，一定要把它血水，然后慢慢它就会渗出来，尤其是骨头类的，然后这个就姜，随意对。好，番茄，然后洋葱嘛，洋葱，番茄，好，两个手，两个鸡爪，没有啦，就是因为它这个熟度，因为番茄很容易烂嘛，所以我就会放上面一点。啊、葱丝葱段呢？我其实没有、欸，不用放葱，我没有哎、欸哦，因为在加拿大葱实在太贵了，不要乱加。对，不要乱加，因为头会被扒下去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那边哈、哦什么没有，就七把一块钱。韩国超市，你知道我每次都买葱，然后葱蛋、葱油饼，然后葱，然后葱什么葱什么葱什么，因为葱只要七八一块，对，没错，就变聪明，对，就是那个葱。那现在我们葱虽然这边没有七把，一把七块也是要用啊，要用吗？好，一把七块，你这一把七块太贵了，你这太贵了，1.7，1.7，你们家这个。我们这边1.7、啊、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真的要放，你就放那个头葱头，葱头，因为葱头它比较，这你该留着弄那个葱蛋。哦，那、欸、你要一条这样，还是要切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就是这样。哦，因为意思一下。对，因为它很一炖，等一下就烂掉了、嗯。我们来调味，调味好，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，来，豆瓣酱，然后酱油膏，酒。哎呦，酱油啊，好险！酱油的哥哥我有买啊，酱油膏啊，没有那么高了。酱油膏好，还有那个酒。酒啊，酒随便，酒有点甜，酒是有加盐，有加盐了。我随便，我都是用酒、啊，反正我在家里有什么花雕酒，或者是那种什么、那个、什么酒都可以。应该随便。厨房用咸山蒸酒，那、啊、真可以啊。啊，花雕，哎呦，花雕，哎呦，三块牙滴，真的有呢，真的有嘞。啊、有那个黑糖吗？黑糖，哎呦，不知道。红糖还是黑糖？红糖就是红糖，就是红糖啊、哦。红糖，哦，这马上加分，加分，加分呐、啊！你看什么最好吃？不用自己煮就好吃。去哪里最好玩？不用在家里就好玩啊？是这样子吗？这个红糖，这懒型加法。对，就大概啦，就这样子。好，就是看一下自己的肉啊什么的，这一定要很厉害，就是。一次要到位，因为你打开以后，你再加味调味、嗯，我觉得就常常会样，那味道真的很不一样，不能放太多会死咸、哦。那这个大概这 all day 就这样吗？不是，因为比较咸的话，对，不能放太多，对，就不能放太多。画、哦、两圈哈，画两圈。嗯，到老抽，老抽它不会咸嘛，可是还是咸的，还是老抽就是有个味道，老抽就颜色的，对，颜色好，就。多一点，对，没错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知道你爱喝酒。没有，因为已经其他很咸了，要用盖住。好了，弄好一点。哇，弄好对呀，可以啦，弄好对呀，这样够吗？够。就哎，多少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喂！哎，这不能烫，这哎，我跟你讲，这物理维艰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住那么大的房子，对就是因为我每一个东西都要省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可以住那么大？我是几斤？我是几斤呢？这样可以吗？我每次在凑，吃完的时候，
那个酱油啊，我都把用胶膜包起来了。他们说你要干嘛？我说没有，我要炖东西啊，这还可以拿来炖东西，我绝对不能丢掉。我每次留起来都是我炒什么那个卤汁剩。对呀，一定要剩啊。上次那个炒面不是很好吗？对呀，对，一定要留下来。对，要盖过。啊，盖过哈。因为它水够吗？我觉得水有点危险。差一点点。拜托。好尴尬，给我下去。你就 meat 嘛，可是因为你的肉其实没有那么的那个，所以你把你再减掉一点，20就够了，好，真的好了。哦，对。好。金丢金丢金丢，刺激刺激刺激，太香了，真的太香了。哇，跟在家里煮的一模一样。香香的，这是太香太香。太香，来，看拉姐，拉姐，来试喝碗，试喝碗，伺候伺候。哇，哎，这油起来了哈，还是有点小，有点油啦，酱油一点油可以啦，不要太油。哇，你是，姐姐坐上去了是妈妈。哦。飞机开的时候觉得好像需要戴个安全帽。太帅了。分手。我们今天是在 Halifax 的最后一天，晚上的飞机要去伦敦啦，然后今天就来玩一下 Nova Scotia。 第一站是 Peggy's Cove。 加拿大10 cent 硬币上面的小镇，超漂亮的。我们要结束我们的海岛旅行，然后就出发去欧洲啦。